也要拍了，就要鞠躬的，要鞠着躬进去的。啊，切下杯了啊，切下杯。切下杯，切下杯，哎。今天又来吃饭了，这家店已经来了很久了，大家都知道啊，孤独的美食家。现在已经晚上很晚了，该出来吃饭的都出来了。也要拍了，就要鞠躬的，要鞠着躬进去的。啊，切下杯了啊，切下杯，切下杯，切下杯，哎。这个是两个都是第一次来。近乎人家同意拍的啊，这个不近乎人家同意，我不会拍。这是上海的朋友啊，到日本来白相啊。今朝是马老师带队啊。有点菜，好吧。这个董事长在旁边。我只认识这个烧茄子。烧茄子我认识。今朝又到了这个孤独的美食家，再来吃饭啊。这个我会得用字幕摆了下头啊，听不懂上海话没关系。反正在日本只要会说阿里嘎多就可以了，哎。什么东西都说阿里嘎多就可以，那基本就不会错。喂，不是吧？不用担心，在日本生活不需要语言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稍微记住几个单词就可以了。今天这个对比差非常厉害，今天我不能乱说话啊！啊？我不敢说呀，这个都是老师，那我怎么说呢？他不是学你龙哥意思，他就是干你干你。上海话我们都听得懂。对嘞，有交关秘密在不好讲，你晓得不嘞？平时他一个人讲是吧？想想你们也不一定能听懂。你说什么？他懂，他听得懂上海话，听得懂啊。听不懂。对对对，咱们现在唯一四个人都听不懂的是日语。上海话很容易听懂，日语听不懂，就马老师一个人懂。哪里？是啊，我们说了，我们来日本就是，感觉如何？是朋友都算不上，我们是两个会行走的行李，就是马老师的两个行李，每天拖着两个行李箱在走。马老师说坐什么车，就跟着他走。感觉日本如何？不错，好玩。就好玩，就两个字。那你还没有深度的玩，你还得好好玩。哇，那就不得了啊！对，人家都玩上那个东西了，我还不会，我就会玩在哪里吃饭的。好了，深度有的。来，看一下啊。您的玩还是哎，身体健康。这个你是行长啊，行长啊，我们来了有疫情几年，现在原本就是要回去吧，压力吧，好奇怪的心态，现在这里反正很舒服，感觉回国感觉好像压力很大。
我们上月应该要回去一次。啊，你看到现在这里的啊，你那么那个呢？都是那，确实是那，但是舒服的。都是嘛。我们到大阪这边的话，就是去没那么多，不像东京那样，就是那种东西嘛，就是吃喝玩乐都特别舒服，人都很放松。没吃这个嘞？南京应该吃玩乐吧？不能提倡奉献精神。我觉得蛮好，够吗？够吗？够吗？这位大哥很厉害，我该去吃饭了啊！今天还是故都美食家，吃的还是这点东西，但是每次过来都有不同的菜品。在家里面炒的咸味的鸡蛋，三文鱼。云南哦，都要摘吧，这比较好的。拿柠檬，把手上柠檬，柠檬挤到柠，把柠檬挤到上面去。不同的角度拍摄不同的模式。我是龙哥，大家好。看我多好，我都不需要跟老婆汇报。老婆看着我，只能知道今天干什么，去哪里了，吃什么东西了。现在上来是烤香菇和烤茄子的炸猪扒，当然没有上海的炸猪扒好吃了，但是有的吃就可以了。最后结尾啊，来一碗故都美食家的乌冬面。吃完之后呢，这段视频也就结束了。嗯，他也有这样。好了，咱们结束视频啊，看满脸通红了，龙哥胖成这个样子。分享生活是一种快乐，我是龙哥。说呀，啊，我跟他说啊，啊，我姓马，这个你是个，这个你是个老江湖，你是个啊，这两位大哥啊，再见，哎，再见，再见。我是龙哥，感谢关注每日动画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，拜拜，拜拜。这位啊，马云哥，这位。哎呀，哎，喏，大概我家里面是家里卖出来的。